多位大人，煎药。煎药，对，煎药。舍妹自幼有疾，每天早上都得吃这药汤。太师兄弟，你也不容易啊。今日要是表现好，请我们将军多给你加些赏钱，带灵妹去找个好大夫吧。多谢大人。 必定不会误了大人们的大事。好好煎你的药汤吧，破晓出发。差不多了。 香儿，香儿，哈！啊，吓死我了！阿兄，小丫头，又淘气，来。 坐着喝。又是一样的苦药。仙儿别胡说，我每天调的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。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。 总是换汤不换药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嘿，不然再给我讲个红儿的故事吧。嗯，你讲故事，我喝药汤，公平交易。好。有一天傍晚，红儿在东市附近玩耍。 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，那是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，生长在西阴街的一角。哇，好高啊！红儿决定要爬上去看看。爬着爬着，她看到了。 看到了东市的人们纷纷离开，各自回家。在橙红色的夕阳下，好像半个长安城都燃烧了起来。红儿决定不再回头看长安了。她专心地朝树梢爬着，直到夜深。她抬头看到月亮，觉得月亮好像…… 月亮好像一颗萝卜，形状差太多了。月亮好像，啊，一片萝卜，又白又圆。哎，红儿越爬越高，最后爬到了月亮上，月宫金碧辉煌。 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。然后呢？阿兄要出门了。哦，
阿兄一早就要出门。是啊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接到大人们的委托，带那些大人们进山，赏钱500。阿兄若是不接这委托，岂不是傻？阿兄，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药钱？想多了，小丫头，能挣钱干嘛不挣呢？喏，阿兄亲手做的香囊，可以驱虫提神，还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哦，这个修好了。你要找阿兄的时候，只要吹一声，阿兄就会马上从山上滚下来。知道了。知道就好。走了。香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试试竹上。太师兄弟，放心，阿兄很快就回来。你快些回来。寇大人，你可算好了？算好了，赏钱500，不多不少。我是说，你总算是好了。村人都说，你只要有赏钱，什么活都肯干，还真没错。随我去禀报将军吧。是。将军，一切就绪。出发，得令。我说太师兄弟，这山上真有妖魔？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，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。哦，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的？哎，几日前山里传来巨响，动物们纷纷逃窜，后来进山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，连岩壁都被击碎了。老猎户们都说这是大妖作祟，让我们暂时不要进山。有人见到那大妖吗？或许有吧。嗯，几个年轻人不信邪，结伴进山打猎，就没有回来了。此后再没人敢进山。大人，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。还有吗？有，前面很多。继续带路吧。到了。将军，看来便是这儿了。孙克，在。你来检查痕迹。是。啊，说好的赏钱。哎，大人，我瞧你胆识不错，身手也可以，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。待在这山村可惜了，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？
我可以做主给你多加一倍赏钱，安顿好家人。大人太抬举我了，我哪有什么本事，就是懂得打猎罢了，只求尽力完成任务，拿了赏钱赶紧回家。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，你若加入，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。高攀不起，高攀不起。这都不远，难道你有什么隐情？能有什么隐情呢？大人就别笑话我了。迎战。追击，口言善后。是。太史兄弟，拿好了。平步青云路，还是走我的山林小路吧。回家。你们几个搜查附近还有没有残余的妖魔，其他人随我来。是。这妖魔速度好快，差点就遭殃了。之前进山的那些人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哎，先回村子吧。
怎么回事？子虚，别走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妖，黑雾大妖。糟了，香儿。就杀！哼，放你走，死的人更多，牺牲一人，换取其他人的安全，划算。香儿，放箭！天下地利。香儿，阿兄果然来了。绑起来。是。去看看。是。伤得真重啊。下 K， 人呢？刚刚问出什么了？属下惭愧。此人是何来历？这，属下不知，只知他是乔哥村的一名猎户。乔哥村的一名猎户，竟有能耐从我李平箭雨中救人。传令下去，找出此人。遵命。是的，阿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，不计代价。